王莽呢，当时推了好多这个封邑，但是呢，他就是好像特别在乎安汉公，哎，这三个字。安汉公呢，不仅是当时，我们现在有人就觉得这三个字虚号啊，那封邑多实在啊，不是。汉朝的三公啊，是指朝廷中最尊荣的三个官位，实际上并没有公爵这个层级。万户侯呢，是汉朝当时最高的封爵，所以呢，萧何、霍光这种功劳特别特别大的大臣呢，他才能得到万户侯的这样的封爵。王太后王政君呢，他所颁封王莽为安汉公的诏书当中呢，还有复其后嗣，酬其爵邑，哎，这八个字完全不是虚词，是指王莽这种有特殊功勋大臣的后代子孙，他在承袭这个封爵的时候呢，他的封邑是不会得到任何的削减的。汉朝呢没有公爵，周朝当然有了，公侯伯子男嘛，五个层级这样的爵位。王莽给自己弄了一个在名义上仅仅次于周天子的公爵，就是先把自己呢当成汉朝最高等级的诸侯，以此呢来凸显他自己，他要高于汉朝所有的那些侯爵，所有的那些大臣，甚至呢要高出昔日的萧何和霍光。萧何和霍光那两个人劳苦功高，他们呢都不过是万户侯而已。可见呢，当时汉朝虽然王侯众多，但安汉公这个爵号只有王莽一个人能够享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以后的戏就能按部就班的演下去了。日后呢，曹魏、司马晋、南朝刘宋、北朝高齐，都是有样学样走王莽提前给大家演的这个路数。从实际角度上看呢，王莽那个安汉公啊，实际上就是个大的公国。他当时虽然假模假式，哎，推掉了朝廷给他自己的食邑，但他的家人亲属都有功啊，都有这个接受赏赐啊，这些人的封赠前后加起来，王莽他们这一大家子的食邑总数多达65000多户。如此庞大的食邑，当时连汉朝的直系亲王都没这么多。因为呢，先前汉武帝啊，他那么实行推恩令呢，就使得刘氏诸侯王的这个封地啊，实际上是一步一步在减少了。凭借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65000户这食邑啊，多少钱啊？因此呢，王莽呢才有更多的钱财，才有更多的经济这样的力量去买通朝中的官员，才有足够的粮食呢，有事没事就和天下百姓啊雨露共沾。如今呢，王莽都成周公了，也要有周公的权利啊。当时呢，他的姑妈王太后都73岁了，本来精力就不济，姑妈呢垂帘听政，肯定不如自己直接当政。于是呢，王莽就暗示公卿大臣赶紧上书，规劝太皇太后不应该再费事劳神啊，对那些小事上心了。对于2000担级别这样的官员的考察和任免呢，应该由安汉公王莽一个人负责就行了。王太后老太太，哎，一看那奏书，马上批准。她还真乐得自己啊能享受啊多一些的清闲。于是呢，王政君下诏公告全国说，皇帝年纪小，我年纪大，除了封爵的大事要报告给我哎知道以外，其余什么州牧任命和2000担这些官员的任免事项，都由安汉公哎他来主持了。这样一来呢，汉朝的组织人事权都落在王莽手中。为此呢，汉书说王莽当时权与人主谋矣，就说当时王莽的权力啊跟皇帝基本上一模一样，爵号有了，封地有了，人事权有了。接下来呢，王莽就开始要大张旗鼓的搞宣传了。汉朝元始二年，就公元2年，中原地区呢发生了范围特别广泛的旱灾和蝗灾。因为汉元帝以来，那贵族豪强啊不断兼并土地，农民生活日益困苦，一遭逢的灾荒呢，基本上就无法活下去了。这个时候呢，对于王莽来讲，表演机会又开始了。王莽当时带头，他建议朝廷官员包括太后和皇帝都要身为榜样，节约粮食，
不薄，话不白说啊，王莽他自己先拿出100万钱和30顷地，作为什么呢？作为启动资金，开始在国内劝捐救济灾民。不仅如此呢，为了显示自己与民同苦，王莽呢还大肆让人宣传自己天天吃素。哎，天知道他天天吃什么，急得他姑妈太皇太后一听说之后，马上下诏慰问：文公蔡食，忧民深矣。金秋幸熟，公勤于职，以食食肉，爱身为国。听说大司马安汉公王莽忧国忧民不吃肉，天下小民啊，听到这个消息啊，个个感动的痛哭流涕。大伙儿愿意不愿意，都出钱，哎，出地捧了场了。这些大臣们，王莽呢，一看大臣们挺听话，也不让官员们吃亏，干嘛呢？他慷公家之慨，宣布增加官吏的俸禄，都给你们提薪。那些2000担以上的大官退休之后啊，还可以终身领取原来俸禄的1/3。所有这些大撒金钱的行为，无非是向天下人宣誓，只有我王莽在位，大家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实惠。回想汉哀帝时代呢，王室外戚集团那种巨大的挫折，王莽就开始打提前量。他对年少的汉平帝刘瓁，他的后宫啊，空着那个皇后位置，非常关注。其实呢，这事儿挺好办。王莽自己家里就有一个14岁的闺女，虽然比11岁的汉平帝大3岁，也不算太大，女大三抱金砖嘛。当然了，作为表演艺术家，王莽当然不会傻到自己直接把女儿送进宫中，或者让太皇太后指定。他还像先前一样，拿捏适度，先向姑姑王太后上了一篇奏章，内容呢堂而皇之，就这些年我们大汉国家大灾大难，都是因为皇帝没有子嗣，没有继承人，而先帝呢所配娶的皇后也没有母仪天下的品德，因此呢阴阳调和太重要了。根据五经经义，王莽就建议了，现在应该在全国范围内，从你看啊，圣帝、明王、周公、孔子、列侯等先贤，他们的后代当中选取呢贞洁淑女，给当今的皇帝做皇后。奏书一上呢，王太后马上同意啊，于是呢一场轰轰烈烈的选后活动马上在京城开展起来了。这场选皇后的活动和现在不少大公司公开招聘一样，都是假海选，人员实际上早就内定了。都是公司高管或者关系户的子女，所以呢，明眼人肯定马上就清楚，王莽这次就是要把他自己闺女送入宫内当皇后，借此呢进一步巩固他自己的影响和权力。看到手下的大臣把准备这个选皇后的天下淑女花名册都送到自己桌案上了，王莽沉吟。为什么呢？他看到那花名册上属于王室外戚宗族的许多子女啊，许多那些女孩都在名单上。就怕这些人呢成为自己女儿强有力的竞争者，毕竟呢对于姑姑王政君来说呢，手心手背都是肉，没准呢他就又会看上王氏宗族的别家的闺女，忽视或者故意忽视自己的女儿。那么王莽最擅长是什么呢？就是以退为进，他马上给姑姑上表，表示自己呢德行不够，女儿才德也不够，不应该参加皇后海选。估计王政君王老太太年纪大了，一时半晌还真没弄清楚自己大侄子的真实含义，认为呢，你看我这大侄子真实在，他就是替国家着想，因此就马上下诏说，王氏宗族的女孩都是我的外家，都是我们王家人，不参加这次皇后选举。弄巧成拙啊，王莽一看这个诏书这个气呀，虽然生气但他也不着急，如今自己的手下听话的人多了去了，他马上唆使自己几个心腹大臣，先后不停多次向姑姑王太后上书，力请马上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你看，呆呆看着这么多大臣请求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这么多奏书，到自己的案上来，正发傻呢，这王太后呢忽然又得报，说宫门外面人民群众多了去了，每天都有成千上百的人。有儒生，有百姓，有官吏，什么人都有，天天挤在宫门口表态，强烈要求朝廷应该选王莽的闺女，王莽的王大人的女儿做皇后。安汉公圣德巍巍，圣德堂堂，如今要立皇后，非安汉公的女儿莫属，
天下归命，我们就是要拥戴安汉公的女儿做天下母。群情如此，王老太太自然也顺水推舟啊。先前的成帝哀帝那两人的皇后已经给自己老王家带来这么多麻烦，既然侄孙女能当皇后，哎，感情好，王莽现在呢就要当皇帝岳父了，权势又大，以亲以官，他都成为啊重臣献媒邀宠的对象了。京城呢见人下菜碟这些人啊就是多，这个时候众大臣一齐上书，强烈建议朝廷要给皇后岳父王莽王大人增加封邑，接着给我增加。国家特级演员啊，王莽这个时候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坚决不受，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但汉朝的制度规定，皇帝娶亲呢是国家头等大事，皇后聘礼呢礼定的数目，就说根据规章制度，包括黄金20000斤、钱2亿，这么多东西一定要拉到皇后家里去。聘礼啊，这不能没面子啊，国家大事啊。推来推去，王莽呢最后表示，好吧，我接受吧，我只接受其中的4000万钱，20000斤黄金我不要了。这4000万他自己还不全要，把其中的3300万都分给11家那嫔妃。好家伙，这事儿传出去，无论是官员和老百姓都不干了。据统计，先后有吏民487572人上书，王侯宗室也多人到宫内恳请，都表示要对王莽大将封赐。安汉公对我们国家贡献这么大，如果不给他更多的这个封地，不赏给更多的钱，老天爷都不会答应。最后呢，王太后派有司凑足了3000万，然后呢全部赐给王莽。王莽当然不会独吞了，他自己又拿出1000万分给王氏家族中那些家境比较贫寒的人家。实际上王氏家族家里哪有穷人家。于是呢皆大欢喜，王莽的女儿马上就要堂而皇之的成为汉平帝刘瓁的皇后了。人呢雪中送炭的很少，总是爱锦上添花。看这个王莽越来越红，朝中大司徒陈崇找来一个枪手，替自己呢给王莽写了一封空前绝后流传千古的马屁文章。这位枪手呢也挺有名，他叫张耸，是从前汉宣帝时代名臣张敞的孙子，马屁拍的是登峰造极，引经据典，竟是臻于致敬，把王莽夸成花一样。那么张耸这篇奏章呢，把王莽出世以来的光辉成就一一铺陈，世世拔高。如果我们要看原文的古汉语，那就是一篇文章都是锦绣堆成。第一，王莽浩然正气，克己复礼，礼贤下士，勤俭节约。第二，王莽在当侍中的时候，敢于向恶势力开战，揭发腐败分子淳于长，大义灭亲，公而忘私。第三，王莽做大司马的时候，坚决反对当时窃案熏天的傅太后、丁太后，不让他们得到尊号，坚持原则，不畏强暴。第四，王莽被傅太后等人驱逐到自己封地之后，恰如屈原、伍子胥那些大忠臣离朝一样，自从他走后，朝纲废弛，小人当道，国家危亡在即。第五，天下大乱之际，王莽王大人果断入朝接管权力，致使董贤宵小自杀，国政迅速恢复。第六，王莽推贤举能，与众大臣拥立新君，为国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第七，王莽功高天地，却谦恭异常。你看他推辞封赏，高风亮节，即使邹公战事也不过如此。第八，皇帝选后诏令发布，王莽谦抑，主动推辞自己的女儿入宫，可见他凡事皆以国家利益为至上，此等人物啊，堪比古代圣君。第九，王莽推恩及人，着重教化，一直作为臣僚的表率，他自奉甚薄，生活简朴，真所谓君子乐贫。第十，王莽是廉洁奉公，捐田捐钱，使得朝廷大臣找到了学习的榜样。第十一，王莽事无巨细，亲自处理，战战兢兢，恪尽职守。第十二，王莽乃我大汉三朝元老，天下敬仰，他两次亲自参与组织皇帝的丧仪，劳苦功高。这篇文章，这篇马屁文之所以高妙，就在于作者把文学的笔性用到极致。说回王莽，拉出一批圣人，再一次王莽，哎，就邹一些经典，绝对是繁花生树，
满眼形容词和名人语录，让人目不暇接。但凡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哲学、古代典故，哎，知道多的一些人，看完了他这篇文章，绝对是觉得，虽然这人是小人，这个文绝对是奇妙的好文。你想，把王莽这十二项高尚品德和他临危受命的事迹说完，奏章言归正题，强烈要求当今皇帝要像汉朝初期赏赐大臣一样赏赐王莽，怎么地也要像当初这个周成王封周公一样，给王莽700里的封地，同时呢，对王莽的儿子，皇帝也应该有所封赏，以慰功臣之苦心。那么大司徒呢，这陈崇托枪手张怂写这篇奏章呢，很快就到了王莽自己手中。老王看完了之后，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大脸都稍微红了一小下。而后呢，王莽也不客气，挺挺胸脯，让人把这篇奏章就给姑姑王政君王太后送过去了。听手下人读完了这篇洋洋洒洒2000多字的奏章，王太后有点迷糊。哎，自己的大侄子跟古代圣人周公几乎是一模一样，好事儿啊！但是呢，大司徒陈崇提出的对自己侄子王莽的封赏呢，在这大汉朝还从来没出现过。这个事情呢，老太太自己还觉得做主不了，于是他就召集群臣，让大伙儿咱仔细合计合计，这多好一件事儿！群臣商议的过程啊，就是品味王莽不朽功勋的过程。这事儿还不能一下子就定下来，谁都想参与其中。于是呢，大伙儿呢摇头晃脑，个个举手，人人发言，每个人都极尽拥护，不仅拥护，还得有一顿说辞。正兴高采烈之际，哎，大伙儿群臣正在首都，哎，正在议论怎么样给这个大功臣王莽加官进爵的时候呢，忽然传来一个吓人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安汉宫王莽家里出事儿。随着权势越来越大，王莽当时的野心呢是越来越膨胀，想到哀帝时代傅氏丁氏那些外戚把握朝权，哎，想到这个教训，为了防患于未然，王莽和他姑姑王政君王太后在扶立汉平帝刘瓴之后，就下诏命令汉平帝他的生母魏氏还有他的舅舅魏宝魏玄等人依旧留在原先的中山国封地，不准他们到长安来，不准他们介入京城政治。王莽这个建议呢，王太后自然同意。你想，我都70多岁的人了，经历过哀帝他祖母傅太后、哀帝他的母亲丁太后，哎，这两个人的折腾，王太后王政君当时就非常不想刚刚被扶立这个小孩子汉平帝再由他母家人入朝，和自己呢以及他自己老王家这个家族呢唱对台戏，祸起萧墙。王莽和他姑姑王政君，哎，是一个心思，而且心思还特别缜密，提前都想到了。但王家之内就是有人怀有不同意见，这个人还不是别人，竟然是王莽的亲儿子王宇。作为王莽长子呢，王宇倒不是出于什么悖逆呀，我非得要反我爹，不是。他大概呢也是读多了史书啊，哎，读多了这个历史教训，也是个书呆子。就认为你看我爹王莽现在不让平帝的生母魏氏和他族人来京，还是有后患，后患无穷。日后呢，汉平帝长大了私意旧恶，这我们这老王家肯定会因此受祸的。所以这王宇呢暗地里就和平帝的舅舅魏宝通信，就教唆平帝的生母啊那个魏氏上书，哎，给这个王太后王政君去谢恩。而且你在这谢恩的这个书奏当中呢，这个魏氏啊，还极力指斥哀帝时代那丁氏和傅氏那两个女人罪恶，以此来讨好王太后，希望老太太能准许自己呢，就准许魏氏自己啊和他这个家族人呢，也能够到京城来，哎，我们蹭蹭我们这个儿子的，啊，他的这他都当皇帝啊，我们蹭蹭便宜吧。魏氏啊，他写这封奏书的目的呢？就是向王太后老太太示好，表示自己呢虽然说是平帝的生母，如果能有机会到京城，我一定不会像从前的傅太后和丁太后那样乱说乱动。拿到平帝生母魏氏的书奏呢，王太后呢自然和侄子王莽就商量。当时王莽心内冷笑，他就想，你魏氏这点小心思太嫩了，你不是上表表忠心吗？好，他马上以太皇太后的名义朝廷下诏，对作为中山王王后的魏氏加以褒奖。这褒奖不是给你什么名号，
增赐你7000户汤沐邑。魏氏上书呢，和王太后通好呢，当然不是为了图钱，你给我多加了7000户的这个赋税，他不缺那个，他确实是想念自己的儿子。因此呢，接到诏书之后呢，得知王太后还是不允许自己入京和儿子团聚，悲伤之余呢，这魏氏就日夜哭泣。王莽的儿子呢，王宇，你看撺掇半天，知道此计不成，就再想别的法。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别的法，就是教唆这个魏氏接着写信上书，絮絮叨叨，最终的目的就是自己想到长安和自己的儿子平地团圆。王莽这个时候就挺不高兴了，你看我都多赐你7000户封邑了，你还得便宜卖乖。所以说这次呢，王莽对这个魏氏的这个奏书就一点表示都没有，等于就把这魏氏冷在了一边。一看自己呢计不得行，王莽的这个长子王宇就和他的老师吴章还有大舅子吕宽又接着密议，商量着如何能够打动自己的亲爹王莽，让他同意呢平地的生母魏氏和他家族人员到长安来居住。吴章呢是个大儒出身，也是个大书呆子，他就认为王莽这个人特别固执，但是呢也知道他特别相信那些鬼神，可以呢在这个王莽家门口搞出点怪力乱神的事情吓唬吓唬一下他，然后呢以这个你看上天示警为借口，再去劝告王莽呢回心转意，同意魏氏家人魏氏家族入京。那么想啥来吓唬王莽呢？老书呆子吴章看着小书呆子王宇大眼瞪小眼半天，王宇呢就呼声妙计，他就让自己的大舅子吕宽去做一件奇怪的事情，说出来挺可笑。王宇呢就让吕宽找了一盆血，也不知道什么狗血啊猪血还是什么的，反史书上没细说，肯定不是人血，反正黏黏糊糊血和流烂弄了一大盆。而后呢大半夜的鬼鬼祟祟偷偷跑到王莽府邸之前，准备泼在这位安汉公家的大门上面。我们想一想，王莽当时毕竟是汉朝第一号大臣，他家中啊家外啊门外的警卫特别森严，吕宽呢估计呢也是大马虎一个，估计也是个近视眼，颤颤巍巍捧了一大盆血狗血猪血的，踉踉跄跄他就过去了。结果呢刚刚做出一个要泼的姿势，周围呼啦就冲出一大堆卫士，一下子就把这吕宽摁在当地，一盆狗血没泼在王莽家大门上，全都泼在吕宽自己脸上。吕宽自己被抓之后没打就全招了。这事儿呢审讯的官吏众多，朝廷内外呢当时就没法隐瞒。王莽听到这个消息怒极，暗地里唆使魏氏家族这平地的亲妈来京，这么敏感的事儿竟然不是别人干的，竟然是自己儿子干的，关键时刻给自己添乱不说，还处心积虑派人往自己家里泼狗血泼猪血，自己儿子干出这样的事情，王莽该如何处理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